Why not teach me Chinese? Why not? Last time, we'll teach you Chinese. 你好。Repeat after me. 十。疲劳和脱水让梅丽莎苦不堪言，她太累了，没有力气享用美餐，但她肯定会吃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，如果猎物还在的话。炎炎夏日可谓利弊各半，燥热虽然会让梅丽莎更疲惫，但也让她的敌人偃旗息鼓。捕获猎物已经半个小时了，直到现在梅丽莎才有力气进食。黑斑羚肉嫩味鲜，狼吞虎咽的猎豹逐渐恢复了体力。这次他无疑是幸运的，但在险恶的卡隆威地区，梅丽莎的生存仍然面临严峻的考验。只有捕获足够的猎物，他才会活下来。梅丽莎还能捕到猎物吗？她虚弱的身体还能够支撑多久呢？艾德尼地区早晨，季罗和费利克斯一夜未眠，连续三个晚上兄弟俩一直在争吵，但现在争斗已经结束。两岁半时，这对兄弟离开母亲，结成了强大的攻守联盟，他们齐心协力追捕猎物，分享所得，将雄性的个人主义抛诸脑后。 This Chinese character means 10 in EnglishThis is its syllable, 十. Repeat after me, 十. 十.